大家好，我是郑伟杰老师实验室的暑期大专生段亮宇。申请暑期大专生计划的原因是，这里是基因体中心里面有在做有机合成的部分，然后也有老师有在做那个罕见疾病的药物开发，所以我觉得可以接触到有机合成，也可以接触到一些生物领域的东西，是一个非常难得的经验。在上课的时候，因为有一些安排一些暑期课程，那洪尚成老师的解说是跟我们糖类化学最相关，然后跟我现在在做的东西也有相关。然后洪尚成老师那堂课也有教我们大家折纸，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课程，因为第一次看到化学教授的兴趣是喜欢折纸。感谢我的学长姐们，就是在这段期间非常细心而且很认真的回答我在学习过程中的任何问题，然后也陪伴我成长，然后也带着我就是做实验。如果大家很喜欢化学以及愿意就是尝试做比较特殊疾病的药物的话，欢迎大家来这边学习，明年暑假也可以就是获得一个很充实成长的暑假，可以来这边，然后可以体验到就是跟学校实验室不一样的氛围，然后也可以看到比较不一样的高度，然后在这边做实验的话，可以接触到以前在学校没有办法接触到的，比如说因为我们有跟其他老师有跟其他医院合作，那这个部分的话可能是在学校化学系实验室可能接触不到机会。对，也可以做到那个生物相关的一些测试，例如细胞或是动物实验。对，跟学校比较不一样，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兴大学化学系的朱永兰，今年大二要升大三，现在在郑伟杰老师的实验室学习。因为当初在系上的班群里面有看到有这个计划，然后觉得很感兴趣，很想学一下学校看不到的一些有关偏生物一方面的东西，是去参访那个创福育成中心，有看到很多RNA 或是一些基因工程方面的一些技术，觉得很酷。谢谢学长姐跟老师非常有耐心不厌其烦的教我，然后告诉我哪里是需要修正的地方，然后哪里可以改善，然后让我学到很多，从零开始。对生化方面或是有机合成药物研发之类的方面感兴趣的话，可以来这里花2个月的时间，就可以学到很多也许你会感兴趣的东西。